院长，我昨天说的真的是实话。抢亲的事真的是我编出来的，我本来吧，我是想害余化龙的，可没想到这老爷们还挺仗义，真把这黑锅背了。那我就觉得没意思了。你说我葛大妮，我站着六尺，我躺着也得六尺吧？我不能就这样让人戳脊梁骨，是吧？哎呀，反正事情呢就这么个事情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自己看着办。 出去站了，卢姐，嗯，去哪儿啊？恭喜你自由了。不是，我怎么没明白呀？抢亲之事纯属诬陷，已经有人前来自首了。哎呀，谁呀？哎，自己看看。哎，走。 这什么意思？这是啊，什么意思？是他亲口承认的，他是故意陷害你。不是，上官署长，我得见见他。老三，他妈有人出来为你脱罪，这是好事，何乐而不为？好什么事儿？你带我见见。行，为啥呀？啥为啥？你为啥替我脱罪呢？我帮你脱啥罪啊？ 我平时还替你脱罪啊！哎，跑这儿待着干什么？好玩啊？不管得着吗？我乐意。这公家的房子，你能住我不能住啊？不，我这会儿啥都还真就没见过你这么傻的。哎呀，我就是傻。起来，出去，我要睡觉。你起来。哎，起来。你干啥呀你？我一人做事，我一人的。不是你做啥事儿了？抢亲啊！哎，余化龙，我告诉你啊，要不是我想跟着你走，你以为你能把我抢来啊？我是用孩子逼你的。 我知道你心疼生儿，别跟我提孩子，想不到我们老葛家也能做出让人断子绝孙的事儿。咋的？你都知道了？你出去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我问你个事儿：你有几个哥哥？不问你话呢？ 你二哥是咋没的？跟我有关系吗？你看我问你话呢。哎，你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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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三，走吧。送我回牢房。你说什么？送我回牢房？你不是疯了吧？这是牢房，不是人人争抢的窑子。那娘们她就是个魔怔，她说的话她不算数。我觉得你比她还魔怔。 这人都争着抢钱抢地抢女人，哎，我还从来没见过他妈争着抢着进班房的。我再说一遍啊，把他放了，送我回去。不行，口供已经录完了，送到高老太爷那儿去了。我说话不算数，把他给我带走。走吧，三哥。你他妈就是个疯子。 余化龙强抢民女一案，证据不足，找保释放。葛大妮儿陷害他人，罪名成立，判入狱6个月。不可能，这没道理啊！他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哎，是啊，谁都没有想到，怎么会是他出来为余老三脱罪呢？嗯。 要不怎么说，
那再精明的女人，她也是个笨鸡蛋。好好的一出戏，这让她给演砸了。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。怎么，你又想杀葛大妮？他们余家的人，通通都该死。爷，你得帮我。我帮你。你说杀于老三，咱就杀于老三；你说杀葛大妮，就杀葛大妮。 你真把我这警察署长当成你手里的一把刀了，爷！老八呀，老八呀，这种损招你都能说出口，你还是爷们儿吗？三哥。 我真的是想把你给救出来，但我不知道是这种结果呀！一个媳妇让你输出去了，一个媳妇让你送进白房了，你出息大呀！这余家的脸全让你丢尽了，龙哥。 恭喜三爷尘缘得雪，可喜可喜！小工整的没用的，就跟他。哎，我问你几句话，你得如实回答我。好，只要是我知道的。你上次跟我说，你们家跟葛家是至交，对吧？对，葛老大跟我爹是拜把子兄弟。他们家一共几个孩子？三个，两男一女，老大叫葛正伦，老二叫葛正礼，女儿就是大妮。 南昌暴动，共产党居心叫忠，这些都是共党的顽固分子。他们每人都是大爷，能策反的就策反，如果不行的话，马上解决，除掉他们；否则的话，会给党国带来后患。是。连长，连长，报告连长，怎么了？发现一名共产党。 已经验明正身，是葛正理。谁他妈让你抓的？我没抓他，发现他的时候，已经身负重伤，躺在那儿了。人呢？那边。带我过去。是。连长，就是他。你就是葛正理啊？ 你能救自己，只要你转变立场，为党国服务，就能享受高官厚禄。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！下去，连长，还有枪。让你下去你就下去，去去。跟我走。高官厚禄。 听着很诱人啊，但是不合我的胃口。我习惯了粗茶淡饭、竹门酒肉的生活，我过不了。你就别在这儿跟我废话了。兄弟，你就没有妻儿老小吗？不为他们考虑考虑？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。 以后，他们就不用再为我担心了。你儿子是条汉子。 我打心眼里头佩服他，只是当时各为其主罢了。鸡死狼掉孝，别假装慈悲了。
现在我那蒋闺女也蹲了班房，我葛老大也没什么可怕的了。 你这是干什么？逼了我，咱两家就了了。于老三，在我死之前，我想问你个事儿：舍娃是我闺女吧？我让你死个明白，舍娃。 就是你这个混蛋造的孽！我这爹当的不称职，都没好好当过他。开枪吧！ 是大妮说的对呀，人来世上图个啥呀？你杀我，我杀你的，有啥意思呀？都坐吧。 去的，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李华清，我告诉你，于华龙，你要是敢娶她，我就杀了她。 三媳妇儿，你就是哭出三缸眼泪去，也治不了你的心病。老祖宗，我嫁到于家已经3年了，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？为了当家的，我成了一个永远都不能做娘的女人，我哪点对不起他了？是。 老八媳妇儿肯出面替当家的顶罪，是帮了于家的忙，于家怎么谢他都不为过。可这个谢字，从我莲花嘴里是说不出来的。因为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全是他们葛家害的。凭啥呀？凭啥当家的只对葛大妮心存愧疚？好，说不公待天，说势不两立，这些都过了。 可又让我跟着葛大妮同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，每天朝夕相处，装腔作势，我受不了，我真的受不了。说完了，请老祖宗赐我一纸休书。休书？我不会和这个葛大妮。 同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，你和老三说了，请老祖宗替我做主。哎呦，傻孩子，我做不了这个主，当然了，老三也做不了这个主。那谁能替我做主？云彩。 天下不下雨，还得看云彩帮不帮忙啊。莲花呀，有些事情不是说老三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。好了啊，回去吧，别哭了。
我乏了，我歇下去了。嗯，走吧。老祖宗。老爸，三哥说的话你都听到了？三哥欠他的，我得想办法还给他。我知道这么做对不起你，我可以让金让银，让房让地，但我就是不能再把他让给你了。他在我这心里头装着呢，没了他，我这心也就空了。三哥，你甭说要我媳妇儿，你就是要了我这条命，我都给你。三哥，回头再给你找个媳妇儿。不用了，我这种人不配有媳妇儿。你又来干什么？来，陈志。哎，这干啥呀？这是，你这怎么回事啊？这，哎，这是干啥呀？这是，哎呦，我说，哎，于老三，你这是？老泰山，这我跟大妮那点事儿呢，你早就知道，我呢就不啰嗦了。4年前我来提亲不成，我谁都不怪。如今，我哪个党哪个派都不是了，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男人。今儿，我向您再一次提亲，希望您老别拒绝我。人家都说了，这一个女婿顶半个儿，我不是，我是一个女婿顶两个儿。往后，您有什么事儿您尽管提，我尽心尽力。这些呢？他不算是聘礼，就算是见面礼。等大妮儿出来之后，我跪着再到您府上给您把这聘礼送来。您就是要星星要月亮，我都想办法给您弄来。你还想要娶大妮儿啊？不是，这大妮儿她本来就是我的女人。蛇娃呢？蛇娃在那儿呢。哎，于老三，于老三。你想让我家闺女上你们几家的炕啊？不是，老太太，您闺女您还不知道是什么脾气吗？她压根就没上过于老八的炕，她一直等着我呢。我老汉不能说，你讲这话过分了。我家闺女，我家那头犟驴，那心里确实只装着一个人。可是这山往上涨，水往东流，那吃过宴席，不能再说算是一桌饭了。你和那犟驴的事儿，咱得从头论。你要是来抢亲的，我老汉斗不过你；你要是来求亲的，那我老汉就得实话实说。树活一张皮，人活一口气，我不能当我家老二从来没生养过。人生路短，黄泉路长啊。我家老二在天有灵，他可是看着呢。我怕那天夜里回来，再把我掐死。刘太山，你说的有道理。搞南昌起义的时候，咱们是死对头。我不管是哪一个混账王八蛋，他的子弹撞上了你，这个黑锅我背了。撞去对不起呢，那太轻了。
那是娘们干的事儿，我给你磕头，我给你赔不是。 贴的正不？老婆，哎，你先回你屋去。没事，我回家也没啥事干。那你回去，你赶紧回去。哎，没事，我在。回去。哦，那边去。 给大姐，你们这是干嘛呀？接你回家。接我？我已经不是于家的人了。 谁敢说你不是于家的人？我自个儿说的。你自个儿说了不算。走，上轿子。老八呢？没来。老八没来，你接的哪门子人啊？我刚才说错了，不是来接人，是娶妻娶媳妇儿。谁娶媳妇儿？我呀，丹妮儿，我去过各条沟了。 我也见过老爷子，也去过二哥的坟上，该解释的我都解释清楚了。我知道，当年虽然你没嫁给我，但你心里的那个男人还是我于华龙。丹妮儿，跟我回家。你糟践我是吧？不是，你心里头有我，我心里头有你，咱俩重新来过。于华龙，你还是男人吗？那我是不是男人，你心里还不清楚？ 你不是，你连人都不是，你以前说过你不是人，你是畜生，我信了。刘大妮，你不会蛇娃想想？你别拿蛇娃吓唬我！我吓唬你什么吓唬你？蛇娃是我闺女，我是她爹。不是，蛇娃她爹早死了。你他妈放屁呢！吹什么吹？别吹了，把把给我。
人呢？你妈，你爹呢？他喝醉了，在柿子树下睡觉呢。等他醒来，你告诉他，我在葛条沟等他三天。如果他还当我是媳妇儿，就再去娶我。没有花轿，雇匹马；没有马，就借个骡子；实在没有，就两条腿去接我。我跟他走回来。记着，我就等三天。如果三天不见人，我就再也不是余家的女人。娘。东奔西跑，不如柴米压宝，压多赢多，压少赢少，来压。躲什么呢？来来来来来，过来过来。是什么呢？不是都他妈躲什么呀？爷，您赢的差不多了。是啊，您这赢的差不多了。哎，谁的？谁的？店头村黄西龙，呵，良田十六亩，谁呀？啊，有钱人呐，你呀？哎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别躲，这，来，有钱人怕什么？来来来，不是来，哎，哎，你坐下，哎。这真得好好感谢你爹妈呀！啊，十六亩，哎，好家伙！东南池的，谁呀？啊？周玉浩，祖屋六间，谁呀？谁他妈连祖屋都来？嗯，来来来，别躲，这都来来来。三爷，三爷，这祖您都敢输，这祖坟你敢刨？今儿我就替您祖宗好好管教管教你。不敢了，不敢了。别，咦，巨头撞人，撞子都敢拿过来，当我喝多了？谁干的？爷爷。你呀，我这老眼昏花，不是没看清楚不？哎，没关系，来来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下回不敢了，下回不敢了。我告诉你，但凡您赢我一回，瞧见没有？啊，瞧见没有？全是您的。来，东奔西跑，不如柴米压宝，压多赢多，压少赢少。来，麦丁离手，来压，压。我们实在赌不起了，您呐，就拿我们当个屁放了吧。是啊，三爷，我们都是您的屁，给我放了。是啊，那多不好意思。放了，放了吧，放了，当一屁放了，不玩了。收，不玩了。啊，三爷，把潘老大给我找来。有什么事儿吗？这他妈开的什么赌场啊？只让我赢，不让我输。我告诉你，今儿这些钱我输不出去，我把厂子给你砸了。你息怒息怒。
玩命啊！人家把屎拉他头上了，你忍得了我忍不了，我去跟他一命换一命。你的命就不是命了，潘家弟兄的命就不是命了，不就一个赌场吗？喝酒压惊，谢潘爷。去，快去。烧得好！石嘴缝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仙人洞可是我们潘家的产业，你是我们潘家的人。妹子说的不错啊，赌场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早就想把它关掉了。不过，于老三烧的这把火，不光是对着我们兄弟俩的，还有妹子你。于老三虽然混蛋，但是他也不至于如此鲁莽啊！您说，他这火是从哪儿来的？去哪儿？管着吗？这好多事儿没说完呢。阿七，你说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……你放心，他的心里啊，不比咱舒坦。你别忘了，他是怎么进的咱潘家，还不是于老把那个混蛋在赌场把他给输掉了。老七，于老三这口气咱要出，但是吃猪肉的未必要杀猪，随他去吧。大哥，这娘们儿在上官开基那已经失宠了，没啥求能耐了。话不能这么说。你以为于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咱背后指使的？于家之所以没有找上梅儿来，都是因为他。你别忘了，这么多年，石玄寨就赶出这么一个女人，他们于家心亏呀。她就是咱的挡箭牌。还是那句话，事儿成了，皆大欢喜。万一有个闪失，咱还有个推脱。大小姐有客人。三嫂，彩凤，下去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想找个人说说心里话，想来想去也只有你了。你以前在石泉寨，我也不方便找你。听说你回娘家，我就来了。嗯，坐吧。哎，三嫂，你有酒吗？喝酒？嗯，我心里高兴，想喝两杯。我可没啥高兴的事儿。你还不知道吧？三哥一把火把仙人洞给烧了。哎，这烧得好。烧得解气，这仙人洞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，早该一把火烧了。他那不是在给别人解气，是给自己泄火呢。三嫂，你怎么一点都不高兴呢？是不是三哥又欺负你了？三嫂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彩凤，哎呀，三嫂，这些都是他送过来的。是。他敢送，你就敢收啊？开始。也没想收，可那小子，他像疯了一样，拿出刀来，一刀扎在自己的腿上，那血流的，爹不是害怕，惹出啥麻烦来吗？我看出来了，那小子对你。倒是实打实的，爹是个喜欢
贪便宜的人吗？这些东西看着也眼热，可是这一次，爹不是为了自己的享受。你这几年一直等的、想的，不也是他吗？什么？三哥要娶老八的媳妇儿？哎呀，这是怎么说的嘛？那这不是大伯子和小婶子？哎，这不全乱了规矩啊？什么规矩啊？礼数啊？他都不管不顾了，他现在心里什么都没有了，只装着一个葛大妮。我这三年多是白伺候他了。别的不说，就说我的孩子。孩子，三嫂，你慢慢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改主意了。你说啥？你都听清楚了，还问我干啥？你不是说？你心眼小，只能装一个男人吗？那也只能存在心里。我要是嫁过去，莲花嫂子咋办？我只是拿针扎她的心，拿刀扎她的肺。哎，葛老大，作孽呀！原来这些事儿都是葛家干的。裁缝，这事儿你知道就行了，千万别跟别人瞎嚷嚷，尤其是不能让潘家的人知道。我不想让潘家的人看当家的笑话。今儿跟你唠叨唠叨，心里舒服多了。三嫂啊，你放心吧。我记得我跟你说过，虽然我的人在潘家，可是我的心是在于家。于家不认我，可是我心里一直把我自己当成是于家的女人。行啊，你回吧，一会儿我也该回石泉了。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还想着回石泉？玉儿不会做饭，我得回去伺候你三哥吃饭。三嫂，我有的时候真是羡慕你，要不说你跟三哥才是真夫妻呢。要是老八能啃上三哥的一根小指头，我哪至于落成今天这个。Thank you.
管家，哎，请七爷来我房间。好。姑奶奶，你说什么？于老三跟葛大妮果然有一腿，岂止是有一腿呀，简直就是贴心贴肺，高莲花气得都快吐血了。原来我三嫂当年小产，全是葛家干的好事儿。你转悠了半天，就打听这么个故事回来，这跟咱报仇有关系吗？雨根子呢？雨根子在哪？一把土捧在心间，一腔血洒满苍天，离歌唱遍几万里烽火远，几人能够回还？山下路草木枯碎夜不眠，血腥儿女待今天。